你怎么就是，管不住你这张嘴呀！还吃，回来！大姐，我真的错了。你把扑克给我，快点！这已经是第五回了，你知道我弄到那些书，我费了多少心思吗？现在全让他给我毁了。姐，快点！你保证，他绝对不会乱跑乱拉了。谁信你的鬼话？快点，快点！你听见没有？你给我站住！姐，你别追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偷吃被抓了？嗯，他又闯祸了。哎呀，你说我为什么要减肥呢？那吃是我人生的一大追求，现在不让我吃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说富贵，他也就是乱跑乱拉，也没什么别的缺点。 就因为这么一个小缺点，就要把你全盘否定吗？哎，人生好难啊。额生也好难啊。哎，我看过一本古医术杂记，上面说女子身形肥胖，很有可能不是因为吃的多，有可能是因为消化不好。嗯，肥胖，很胖吗？我现在。我反正回去会帮你好好想想办法的，我去研究一下啊。你要帮我？那是自然，我们也算公共患难，相信我。嗯，行吧，以后你有事我帮你看着富贵，不会让他乱闯祸的。那我们就说好了。嗯，互相帮忙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嗯。哦。喂。哎，七妹妹是你啊？七外甥女，你怎么来了？ 我想让你们两个帮帮忙，办一个生辰宴。啊！七妹，奴婢祝三公子日月长明，松柏长青。绍兴终于来了。哎呀，你可算来了，我都快饿晕了。三外甥，既然又大了一岁，以后做人可要厚道一点啊。多谢诸位，只是我这。 从来也不庆生，我们也不大肆的庆祝，就像往常一样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你不用担心。你看，你正好带了我最爱喝的枇杷酒，咱们一块儿多喝几杯。这个得配这个，这个菜得配这个，这样才是最美味的。你搞个香料比我配药还精细啊！那当然啦，不同的食材得配不同的香料，才能把它的风味发挥得淋漓尽致。 那个，三哥，我是第一次这么叫你。今天既然是你的生辰，那我就把我刚调配的秘制香料送给你，祝你胃口大开，吃什么都香。谢谢六妹。<咳>那个大外甥啊，鉴于你上次请客不付钱的恶劣行径，我原本是不打算来的，所以呢，这寿礼你就别想了。舅舅，上次之事是我不对，多有得罪。啊，罢了罢了罢了。 你这态度呢，倒也算诚恳。回头我送你我精心研制的伤药，你出门在外要是有个什么跌打损伤的，比那外面药铺的管用多了。谢谢舅舅，这一杯我先干为敬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光喝酒有什么意思啊？得玩点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醒酒令，我们一人转一次勺子，等勺子停下来之后呢，转勺的人可以向勺柄指向的人提一个问题。 必须如实作答，若答不出来呢，喝一杯酒；若答上来了，提问的人喝一杯酒，如何？嗯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。你先示范一下呗。我示范一下。哎，前几日我撞见你在水榭偷吃惠阳肉，啊，如今腰围几？哎，这是你能问的问题吗？不问就不问，那你答不上来。 喝酒，好吧。到我了吧？哎，你，
你来罗府都不读书，你家里人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你还挺理直气壮的嘛。行，我喝。我今天非灌你半坛子酒不可。三哥，可曾怨恨罗府？曾经。那现在呢？已不重要。不用转了，想问什么直接问。三哥，可有所珍视的？老夫猜想，当年尊府夫人生产之时，很可能服用了大量的催产之药。等找到谷大娘子之时，谁知她已经有了身孕。齐妹妹，其实你不是罗府中人。也一样是我的亲妹妹。你喝多了吧？什么叫不是罗府中人？她是罗府七姑娘。她不是。七妹妹的脾气和秉性和罗府其他人都不一样。三哥说的对，三哥说的对。哎，你这就不行了。别在。别在这儿睡，我扶你回榻上。三哥，嗯，我知道，你甘冒其险，也要完成心中所愿，心若磐石，不可转移。不过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不可伤害自己，也不要伤害罗府的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心中的秘密，我都不会再过问了。我只希望三哥可以在正途上去完成自己心中所愿，这样才可以保护自己，亦能保护自己所珍视的人。好，我记住了。你们一个个的都在干嘛？这都大半夜的了。
怎么才来跟我禀报？姑娘不让我们待着，说是要给三公子贺寿。我也是担心，这都半夜了，也没个动静，就大着胆子过去看了一眼。还真是一凑凑一窝。你们两个去外面守着，别让人进来看见了。是。日香，去跟陈大娘子说，六姑娘和七姑娘闹得晚了，歇在一块儿了。是。你们两个把她叫起来。啊，好。六九爷，六九爷醒醒了。别动。哎，六九爷。我这脑袋后面怎么长个包啊？嗯。你打的？嗯，不是我。三外甥，你，我从不打人。也不是我。这大早上的就吃这些啊？要不要给你备上一桌山珍海味、人参鲍鱼，再配上六十年梨花白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吃这个就不疼了。我大姐真的是仙女下凡啊，细致入微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我就说二婶人是府上最好的人了，连粥都比别的地方要香呢。我大姐的好还用你说啊？不仅温柔贤淑，而且还会算账管钱。别说临安了，放眼整个京城都找不到第二个跟我大姐一样厉害的人。那是自然，母亲穿的戴的都是当下最时兴的，做女儿的自然是比不上的，对吧，三哥？姿势极好的，你们也别哄我，这次是被我抓到把柄了，以后再不听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